你好，欢迎收看2月1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吕慧。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安鲁尼特卡蒂尔大使拜会了县长徐春蔚，双方针对了南岛传统文化保存交流相谈甚欢，期盼未来马绍尔和花莲缔结姐妹市。县长徐春蔚也欢迎大使能够再访花莲，感受花莲山海结合原住民文化的飨宴。现在徐春蔚首先欢迎大使在农历新年之后就来到花莲。现在表示，花莲是全台土地面积最大的城市，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，花莲更是南岛语系的故乡，更有丰富的原住民文化快宝、石雕、木雕等艺术品。因此县府今年度成立南岛考察团，分别在3月份以及7月份前往大溪地进行文化交流，邀请族人们回到花莲也积极传承并且保存原住民文化。而县府将在今年4月份举办布市艺术节，以及7月份举办的联合丰年节，邀请大使届时再次造访花莲，一同来参与重要的原住民文化飨宴。现在徐春蔚在县府原住民行政处代理副处长徐彩的陪同之下，向马绍尔大使一行人来介绍2024花莲县知人大会社的展览。我们全国增建了100位的知人，然后有除了我们花莲在地的6大族群以外，还有一个太阳族。所以我们这边有7个族群的手工的织布，说花莲的这个织品艺术家，这些是常态性都有在织，但是我们今年就是把全国邀请全国的这个原住民族，然后把他们的各族群的织布的织品聚集起来，让大家一个大会师大集合，然后互相学习欣赏。现在徐总与大使相谈甚欢，提起原住民文化传承的重要性。现在徐春蔚除了致赠园艺百工二给予大使，书中收录花莲13家原住民经营的民宿，还特别邀请大使前往台湾原住民文化馆参访原住民所举办的2024花莲县知人大会师展览。现场展出6大原住民族工艺师以圆满共融为主轴，融合传统以及现代元素，精心编织的各式大小织品，每件织品都蕴含着生命的故事，对工艺技术的坚持与热忱。大使仔细欣赏一件件作品，不禁赞叹织人卓越的编织工艺技术。记者 Joy 黄少道。